我其實呢個心願咧係由第一年提名。我由第一年提名飛躍提名男配角嗰時候，我就當年咧就好有信心嘅，點樣都中一個啩，就諗住啊多上台多謝父母嘅。但係點解會咁低頭地咧？係因為我自己做咗父親之後咧，我話如果有一日有機會嘅話咧，我一定去全世界去感謝我父母。冇我父母就唔會有呢個機會上到台。所有嘅嘢係我嘅骨，我嘅肉，全部都係我父母俾我。所以我要感謝佢哋。然之後咧，我就話：如果真係有咁嘅機會，我一定會向全世界去感恩父母，帶呢個信息俾佢哋，大家要孝順父母。阿女啊，老婆啊，喺台誒喺喺機場。有佢哋打邊爐咧？呢家喺屋企佢話：誒、哎，今晚我唔陪你過去啦。我話我都冇飛俾你過去。喂、哎，咁我哋打邊爐啦，因為食壽司郎啊咁樣。後屘我話你誒等我翻嚟啦。我話佢話誒，佢、自己調翻轉。喂，你真係一啲風都收唔到啊咁樣。我話阿叔啊，上年啊，師弟啊。你睇佢樣緊張到咁啊！你就知道啦，狗咬都唔講噶，冇人知噶。後屘之後佢話：你覺得你自己機會大唔大？我話今年其實都有機會嘅，但係我自己個票都投咗俾馬冠東，你就知啦。喂，你咁冇信心嘅，我老婆啊？咁我話其實睇運啦，睇運氣啦，我話咁樣。咁啊，所以就其實我真係冇乜信心嘅。但係今依家真係揸到上手啦，好似支麥咁樣，有翻啲信心啊！你係咪話自己都唔係親生仔，所以特別驚？其實我不是怕，而是我覺得是沒什麼機會，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老闆，我不介意、一定給自己的員工。調回轉頭，如果我是老闆，我都會。不過現在慢慢很多網上的網民或者朋友或者幕後的人都會可以發一些聲音。其實公司即是 TVB 都其實慢慢咦，原來觀眾都會玩這件事的，他們呢就會看投票啦，真係睇投票啦。咁然之後，我記得美儀上屆佢攞時候啦，下樓上車族。咁阿美儀都唔係親生嘅，咁就可以見證到一樣嘢，就係話你哋嘅選票係真係好緊要。咁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唔係話啊，只是你依家攞咗佢咁講啊，唔係，因為其實有戰績就真係好多謝嗰啲投票俾我哋嘅人同埋啲朋友咯。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就係話哦。亦都見證咗一樣嘢，林子善呢條友仔咁都可以攞男配角嘅話，就真係好多嘢民選開始。咁你哋要嚟緊，你要加油去幫我哋選出你哋真係中意嘅男女主角啊、飛躍啊咁樣。會點樣慶祝啊？冇啊，因為我後日我要過馬來西亞啦，要做 show 咁啊，所以慶祝我翻嚟啦。然後我慢慢會多謝翻喺依廿幾年裏邊。不斷支持我同埋多謝我嘅人啦，同埋喺呢度再次同咁多位朋友多謝咁多位記者朋友、傳媒嘅支持啦，因為有好多都係由僆妹睇住我大，做到變咗阿姐，有啲已經係有啲哥哥一路做，咁然後之後咧睇住我大，不斷喺度去支持我。點解會咁講咧？頒獎禮之前幾日咧，突然間好多報道走咗出嚟。是支持我的，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傳媒也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多謝你們。現在其實 我看今年那個我暫時看到現在的獎項各樣東西其實都 很正路、其實 很開心的，好像阿東他拿到飛躍啦，我都好開心，我阿東你是但都立一個，你如果立咗男配都好啊，因為我都好撐阿東，咁啊，所以我見到阿東攞到飛躍，我都係好開心。佢而家認識我係咪開心啲啊？你攞咗位都係成個男配角，跟住唔係啊，阿東開心過我啊，因為阿東仲有機會攞男配角啊嘛，我攞唔到飛躍噶啦，所以調翻轉頭，我寧願攞飛躍啊！我頭先都同阿東講，我想攞飛躍多啲啊，咁樣。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